说服吴老婆改用到 iPhone 的系统，因为包括我跟女儿都是用 iPhone 手机哦，所以我们认为说三个人都用 iPhone 手机，可能会比较方便，比如要追踪彼此的行踪，他都是用 iPad 看。但是如果出门的时候呢，没有带 iPad 呢，就看不到了。但是后来发现，如果要用 iPhone 手机呢，它的价格真的是蛮高的、哦。比如像我原来想说用 iPhone 12就好，但是我弟弟他是用 iPhone 12 Pro， 他说 iPhone 12 Pro 的照相机的功能真的非常的好，所以我就想说好吧，我就打算把它改成 iPhone 12 Pro， 它是三镜头的，如果你是用 iPhone 12的话是两镜头，所以我这次主要是以三镜头为主。那三镜头基本上它都会有一个超广角、广角跟远距。我原来是打算用 iPhone 12 Pro， 它价格是33,900元，其实有点贵哦，比我买一台电脑还要贵哦。后来我就去看三星，它最近出了最新的 5G 手机哦，就是 S21 或者21 Plus 这两支。那我看它价格好像有便宜一点哦，你看它其实是21 Plus， 这个算高阶一点的，就同样都是在 8GB、6GB 这个阶段的 RAM， 那内部容量大概128这样的前提下呢，你看三星只要3万，就是25,900到39,000之间就有了，比苹果在价格再便宜一点哦，同样都是5纳米的AP 哦，那萤幕大概在6.2到6.7寸左右这样，就发现三星蛮便宜的哦。那三星原本就是我老婆在使用的手机嘛，只是她已经是4年前买的。后来我又看来看去，又发现去年10月又发表一个所谓的轻旗舰机种 S20FE 这个版本哦，它也是三镜头，其实规格都差不多了。有些低了一点，那有些好了一点，物有利弊。它主要差异是它的 AP 是用高通7纳米的，跟今年像说三星出的已经用到5纳米了，或是苹果它也是用到5纳米。重点是它的价格在20,000块以下，所以20,000块以下我觉得这蛮不错的哦。后来我就决定给它买了20,000块以下就可以有三星旗舰等级的手机 ,5G 手机。我觉得是不错的，不用花到25,000，不用花到30,000以上，这其实都有点贵。这是这一次决定最后买到一个 S20 FE 的原因，0.5倍。